Excel 绝对位置公式的应用哈，我先回到左边这边来，我们先去做个简单范例好了。这边呢，一一二二，我做三个就好了，三三，一加一等于二嘛。我们等一下下公式哦，等于 sum 是做加总，对不对？请你帮我把这两个加起来。那点这里，其实当你往这边复制下来，它不是拖好玩，它是把这公式复制给它哦。不过复制下来的结果答案是对的呢，那复制下来也很奇怪哦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把这展开来，来按两下。我刚刚的公式是 A1 加到 B1 呢 ，Escape 键离开。可是当你点这里再讲一遍，这个动作就等于复制点这个的贴上，听懂吗？那复制下来结果呢？它公式自己变了呢。啊，再看一下，我们公式是 A1 加 B1 啊，啊你怎么复制下来自己跑了呢？它会自己以相对位自己调整哦，所以它坐标会换哦。来，我再往下拉，猜你也猜得出来，这就变成什么了 ？A 三加 B 三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这些公式才会对啊。如果大家都复制 A 一跟 B 一，那答案都是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是有预设公式复制下来，所以这个结果你仔细看哦，这个结果怎么来的？这两个相加给它，我不可以把这个结果贴到这里来哦，为什么零？它会记位置呢，这一格等于他们两个相加，你把这复制到这里来，它跟谁要？跟这两个要。你看见了吗？哦，所以Excel公式不可以随便复制呢，不是你想复制就直接复制呢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哦，所以呢，我们之前第一天叫好开心哦，按两个把一万个人成绩就做完了。其实你看一下，这是 A1 加到 B1， 当你复制到这里来，它自己调整哦 ，A2 到 B2， 来到这里呢 ，A3 到 B3。在公式这边的标签看一下，显示公式，我给你看。我们再做一次，等于用手动吧 ，A 一加 B 一，对不对？你公式复制下来，往下拉，它自己会相对位置做调整，那这个自动变成他们两个。再复制下来，你看一下，这个就等于他们两个相加，就是这个原因，它很厉害，公式会自动调整，所以呢，才让我们那么方便。做完一个以后呢，我可以把一万个成绩全部做完。再讲一遍，预设叫做相对位置的公式复制，可是有些状况不行呢。看我这个状况，来，看哦，这一格，这是每个人薪水调一层，位置在这里呢。好，这个乘以这个，我算一下哦，等于这一格去乘以这一格 ，B 四乘以 B 二嘛。所以呢，来我们先切到这里来。如果你把公式复制下来，它自动会调整什么？变成什么 ？B 五乘以 B 三哦，往下嘛。啊，什么？谁是 B 五？七万，谁是 B 三？七万乘以原来薪水，所以它的答案叫做不能算。那如果再复制下来，哇，这个就不得了了。那公司它调薪调多少？调八万倍，这个乘以这个，你看见了吗？我现在点这个，你看得懂了？那蓝色乘以红色的，所以公司天下大乱呢。这里的每个人的薪水都只能乘以这一格，这一格的坐标多少 ？B 二。所以呢，当你复制下来 ，V 二、V 三、V 四、V 五、V 六，所以为什么才会？你看懂了吗？那点在这里，这个要被固定按什么 ？F 四。在 Excel 里面呢，这就是我请你背的快速键的 F 四。F 四是切换相对位置跟绝对位置的快速键。那因为它有栏跟列哦，每一格直的称为栏 A、B、C、D， 横的称为列。按 F 四，按 F 四，按 F 四，它有四种组合啦。你看了吗？预设是什么？蓝列都相对位置，这个呢都变绝对位置，这个呢如果往右边拉 ，B 会变成 C 哦。我们现在只固定谁？二。好，再按 F 四。你看懂了吗？所以它有四种状况。当你点完这个，再点它，在公式复制，这样才对。所以在是有公式要复制之前，要先想清楚哦，这个位置有没有换。如果要换的就叫做相对位置 ，B 四复制下来变 B 五。如果不换的话，要按 F 四把它改成绝对位置。你这样听懂吗？好，各位再试一下哈、哦。